下雨了，下雨了。咱们慢慢摇进去，看一下那个老巫婆跟她那个师哥在不在，还有那个跳跳还在不在。我估计那个跳跳应该还在那里，没练成，一天时间不可能练成，知道吧？直接进去吧，咱们直接进去。生的活的，没有动，没有动。哎呦，出来了！啊，这是他师哥，看到没？他师哥在这里，他师哥。喂那个跳跳，我真他妈恐怖！大哥，你这么刷不亏吗？六六八，大哥，又他妈不聚焦了。感谢六六八大哥。在喂血，他在喂血，不用不用啊，别让大哥，不用不用，他在喂血，感谢我华仔啊，感谢我华仔，谢谢大哥啊。恭喜华仔喜提200，你刷这么多只中了两个200，有点亏呀。家人们，咱们有票的啊！咱们上上真爱团啊！咱上真爱团的礼物，能帮下啊，能帮下过下任务啊，非常感谢。我又在摇铃，手软了。华仔，你的牌子呢？你的牌子哪去了？老巫婆又来了，刚才为了血，现在老巫婆来念咒。我操！我看他们今天能不能把它练成啊？能不能把它练成？再动啊！那个东西再动。那个跳跳在动，刚才那个大师兄给他喂了猫血，应该是
捉了只猫，给它喂了猫血。看，在动，看到没？又在动。他妈的，喂了东西，喂了。哟，活了呀！活了呀！活了呀！我操！对，今天早，今天下雨，现在没下了，好像。我看到了，转身了，感谢我初大哥啊！谢谢初大哥的分享直播间啊！谢谢我初大哥。为了东西有反应，对，为了他冒血，知道吧？为了他冒血。对，要连城必须要吃血啊，吃动物血。养尸有两个办法，知道吧？第一就是吸收月光，第二就是为他喝血。欢迎932啊，欢迎932。又他妈不聚焦了，他妈的头上还贴张符，对对，今天站起来了。刚才那个他的师兄啊，老巫婆的师兄给他喂血，给他喂猫血，然后就动了。这个是什么级别的？像没胡子啊，就是一个胡子，他的脸是白的，他的脸是白的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级别，反正等级有点高，反正等级有点高，有可能是飞将都有可能，我告诉你们。能飞的那种跳跳。飞了我能跑啊，我身上今天带两样法器，跳肯定比杀厉害呀，厉害多了。欢迎8133啊，我带了黑驴蹄子啊，他最怕那个东西，还有就是铜钱剑啊，我都带好了。这就是个无人居住的一个小岛，在岛上。对，脸惨白惨白的，脸惨白惨白的，上面还有血，我这里看得清楚。刚才喂了猫。对，是个无人岛，是个无人岛。之前就是这里，我告诉你们，有很多人住的这里，然后就是怪事连篇啊，出现了很多怪事，岛上的人都搬走了，全都搬走了。是不是真正的死神尸体练出来的？对对对，肯定是啊，肯定是楚大哥。要不怎么会有湘西赶尸人，对吧？秦朝没有火化的，大哥，秦朝是没有火化的，都是土葬。而且咱们现在农村很多都是土葬，我告诉你们，稍微偏远一点的农村就是土葬，就包括这，我现在在这个位置，离重庆市区有50-60公里，这里都是土葬。哇，有猫，有猫，还有猫，我看着呢，看着呢。绝对真实啊，我绝对不会弄虚作假。点一把火，我现在敢去吗？我现在不敢去啊，两个都在，知道吧？两个都在，而且我也不需要点火，我今天带黑驴蹄子了。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怕黑驴蹄子吗？
对对对对，他怕黑驴蹄子啊，还怕糯米。今天是站起来了，我也是茅山小道啊，我也是茅山小道，会点皮毛啊，会点茅山叔叔的皮毛。怕鸡吗？他不怕鸡啊，他要吃鸡的。吓到我都不回去，没事的，他进去了应该。我这里淋不到雨啊，放心，我这里淋不到雨。我看一下他到底要搞什么。就在等月亮出来，今天是等不到了。刚才那个。他那个师兄跑去抓猫去了，喂猫血，喂猫血是一样。他的师，这是老巫婆，这是老巫婆。对，他在观察。放心啊，放心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啊，在做法了，在做法了，两个都在。
再撒点，他都撑不住了，知道吧？那个调调在跳，没发现，没发现。我躲着呢，啊，没事，我躲着呢。止不住，打两个都会被反杀，知道吧？小，你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？我也不知道，不会发现，放心啊。姐姐啊，谢谢我亲子小姐姐分享。刚才从我身边走过，刚才从我身边走过，我在这里躲着呢，过去了。感谢刘的分享直播间啊，非常感谢。进去了，我说话大声点都没事，两个都进去了。对，这是跳跳，对，这是跳跳。肯定会动了。这就是清朝的，就是清朝的跳跳。咱们进去，这个跳跳怎么不动了？镇住了呀，镇住它了。刚才符不是掉了一次吗？差点活过来了。
现在他给他贴上去了，镇住他了，知道吧？要不然他俩都难逃，逃不掉，他这么近。他能跳这么高的话，我感觉他有可能会飞。里面在干啥？里面在练跳跳啊！我只敢这么慢过去。我他妈撤了，我就给他烧了；撤了，我就跑。
自介绍，我自介绍，没关系。没事，把它烧了，他们不可能。不用愁，我们观察一下。他撑不住了，他撑不住了。撑不住了，撑不住了，撑不住了，飞也飞上去了，飞了飞了飞了，他妈的这是飞将，我操！撑不住，他还在撑，看到没？他还在撑，飞上去了。我操！我操！我他妈我的车了呀，兄弟们！等一下搞到我了！我跟他们两个会不会被搞？他在叫他跑，走走走，我们先走。飞了，不见了，那个东西不见了，我操！弄不过那个东西，知道吧？是个飞将，我操！我不跑，我他妈等一下，我得死这里。他妈的，他们俩都不在了。他们俩都不在了。不敢看了，知道吧？不敢拍了，那个东西他妈飞起来了，肯定咬人呀，肯定咬人呀，这个东西被他盯上就完了，知道吧？这个他妈的完蛋了呀！